北国风光，大美吉林，诗画江南，山水浙江。重庆一小伙用百变汉字展示中国地域之美。近日，在重庆一写字楼里，记者见到了正在对刚打印好的立体地名进行打磨的牛楠。今年38岁的牛楠告诉记者，他是从事 3D 打印设计工作，在工作中，他尝试将城市地名通过 3D 技术打印出来。然后这个汉字又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常使用的，我就想通过这个方式，把这个汉字寓教于乐，让汉字更具活力，然后也更助于这个汉字的全球化传播。记者看到这些城市地名大致分为5种类型，包括两个字从不同面展示的，三个字从三个面展示的，组合拆分有延伸含义的，榫卯结构展示的，还有加入了时间元素可以表示4个字的类型。立体地名推出后也受到网友们的喜爱，这些作品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。牛楠表示，3D 汉字的制作需要打磨，去掉多余支撑、喷漆等步骤，其中设计最重要。如重庆是用千里和广大来组合拆分，并结合榫卯结构展示，千里为重，广大为庆，重庆单字拆分成千里和广大，既体现了地名，也将行千里至广大之意包含其中。这个 3D 汉字的制作并不复杂，最难的是它的创意，因为一个创意的来源，它需要的是一个灵感，这个有时候需要反反复复的思索，才能做出一个满意的作品。牛楠给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，目前他已经完成了全国300个地级行政区的地名设计，随后准备完成全国2800个县级行政区的地名系列。